变成了一道新的料理的感觉。这成功了，大成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卡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儿。要不要看到后面？超夸张！我们今天收到魏王的邀请，因为现在是魏王的60周年，记得超多。我刚刚已经看这王子店看很久。我比较想要吃这个罗勒香肠。罗勒香肠，我要吃上海苔。我觉得这个吃起来像原味王子面加那个摇摇海苔。麦当劳摇摇海苔。对啊，这好好吃哦，都喷上油。但是我们今天的挑战就是要把我们后面这些吃完。今天你们前面这五包要从这里面选出一包来做一道创意料理，一人选一包。嗯，一人选一包，选你们喜欢的口味。这很简单啊，我是创意泡面王，当归药膳汤面、麻油鸡汤面、原汁牛肉汤啊，这个很常吃啊，肉羹汤面、排骨鸡汤面 ，OK， 你有吃过吗？我对碗面比较有印象，或者说牛肉汤面，那我选它好了。肉羹很特别，我没有遇过。哇塞，麻油鸡很好想象味道，我比较知道它可以做什么。我们要怎么用创意？你要去看我的冰箱。啊，我冰箱好乱，冰箱。我决定要做麻油鸡蒸蛋。刚刚在我冰箱里面找到一堆蛋，还有我刚刚洗了一些高丽菜煮火锅的时候剩下来的。放很久了吗？没有，还好。平常会煮饭的 Erica 这时候不知道要怎么样切这个菜丝了。等一下，这样，我想知道它的里面有没有姜，因为我有点懒得切姜。姜油哦，它在油包里面，麻油它不能炒太久，要不然它会苦。然后我再放一点点它的油包，然后再放一点它本来的粉包。笑什么啦？你炸的我感觉很危险。笑什么啦？我真的是小厨娘。我们来吃两个蛋好不好？多吃蛋，吃蛋补蛋。剩下的粉加进去，跟剩下的油好了。我觉得酒一起加好了啦。我们今天大白天的，里面是不是也要煮啊？直接下去就好了。哦，是这样哦。啊？那你不是还要加水吗？可以不用吧？蒸蛋照理说是要加，它才会变得比较滑。这样就可以了吧？目前做蒸蛋是1:1。我们做菜就是靠感觉，好不好？好紧张哦，我不知道这样会蒸出什么东西来。换你吧，你要做什么？哦，牛肉。牛肉面煎饼，把面丢下去让它煮开，还没煮开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来切这个菜啊。好，我看你怎么切，你要切那么小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做如果你自己煮啊，那种小份的，你的面这样子会烂掉啦。它下面软了就会自己下去了。面糊的部分呢，我们就先打蛋。对不起，以我那个专业泡面网的角度，你那个面应该好了。那我们先关火。第一次用面粉，我不知道量要多少，那我就是一个凭感觉了。水的话就是大概一点点吧。你的面要烂掉了。先把水倒掉好了。来，我帮你。那我刚刚有加饭进去吗？我刚刚没有加饭。给我。然后一个一个挑掉。受不了。哦，压掉。用压的啦。我今天想用奶油来炒。2018年6月 ，Hello， 等一下，2018年6月会不会是制造日期？制造日期。制造日期2016。丢掉。啊，我好害怕哦。我也用在面里面好了。这样面应该会比较有味道。你的菜量不会焦掉吗？不会啦，因为我有粉小火，面先下去。你那个面糊好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是顺理成章变二厨，是不是？你那个面糊好了。加那个姜片吗？真的还羞羞的时候呢？哎，好了，完成。好随便啊！什么意思？不会，它不会融化。这就是等晚上再吃的意思。好，完成。我去看一下我蛋做好了没？真的是蒸蛋哎，你现在成功了。好吃，嗯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面刚是干的加进去，它像蒸完刚刚好，而且我觉得我菜用麻油炒过之后变得很香。那你好像可以就是把粉都加一蛋，因为蛋现在味道比较淡，真的蛮好吃的。我觉得其实你搞不好麻油都可以不用再加。觉得其实可以直接用它的油包炒。匈牙利牛肉煎饼有点紧张。对，我真的很好奇这是什么味道。它真的不是煎饼，它是炒泡面。那我刚刚有点迷失。我刚刚在想说，我用的是什么泡面？有了出来了。我知道料理走的是层次，什么层次？味道的层次。哎，这个讲太久了吧？它好难。你要把它真的当煎饼切，你不要那么疑惑好不好？那我刚刚自己也很疑惑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真的有点迷失吧。以这道料理的概念来说，应该把它煎得很干。我觉得面泡太久，面泡太火不够大，这个就有把泡面的风味保留住，又变成一道新的料理。这成功了，大成功！这次的创意泡面料理大赛应该毋庸置疑就是我获胜。我们来比赛的。这次呢，是因为魏王60周年，所以找我们合作。这次魏王的活动非常好，你只要买魏王的指定商品满60元登入发票的话，他就会送一个调理包给食物银行，而且你还可以参加抽奖，戴森的 V10 吸尘器，这个我超想要的。还有飞利浦智慧万用锅跟3000元邮政礼券，还有水电空气清净机，这个我也好想要。只要满60元就可以抽。那我们自己这边也是有。
也有，对，只要你去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下方留言说我爱大耳就可以。我要吃泡面，你就可以获得味王送给你们一箱好礼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